我们今天准备出发广州 ，Let's go。大家好，我是 Anson， 欢迎来到 Anson TV。今天呢是台湾人游大陆香港站的最后一天，也是广州站的第一天。顶哈！今天早上8点，店家就来找我拍一下影片。今天 Anson 就要在台风的影响之下呢，去到广州，希望能够一路顺畅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先去吃一点小东西，等一下见 ，Let's go。早餐哦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猪扒，对的，外面炸得很漂亮，黄金色的。鱼头290哦，酥皮的感觉。哎，这个好好吃哦，脆很香，很香很香。我要今天挖到宝，真的想不到要往前往广州之前呢，还可以吃到那么棒的一餐早餐。OK， 如果说呢有来到就是油麻地的话，对，然后要来搭永通巴士，就在旁边开心茶餐厅啊，对，大家可以来吃吃看它的猪扒公仔面，还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想要学广东话呢？广东话要去订阅殿下的频道。那真的很感谢这一次香港行，殿下帮了我很多忙。我们就等待殿下来台湾玩了。台北的时候了，机会换我带他去吃吃喝喝啊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子啦，我们准备出发广州 ，Let's go。喂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广州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在等期待已久的叉叉登场，加减乘除叉叉。哎呀，我们来看看这是谁，剪了一头俏丽短发的叉叉。哎呀，叉叉，哎呀，终于进入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发了。好 ，Let's go。今天是台风天，那我们就直接打的，我先去酒店放东西，然后等一下就准备开吃了。刚刚呢，我们坐的那个的士的后车厢就打开了。我们说，哎，那要不要把它关好？那个师傅说，没事，不会怎样。对，不好的行李当然不要紧啊。然后就一路大概淋了十几分钟，积水吧，不。对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在旁边的傻眼。我的行李还活不活着？这样，结果好了，他活着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打开，所以我不知道。里面是不是湿掉了？因为外面正在下大雨。OK， 那我们就先放东西，等一下见。OK， 我跟叉叉呢来到要吃的第一家，对，真的饿到翻掉。然后今天呢，叉叉要带我来吃的这一家在文明路162号，然后听说是非常好吃的达阳原味炖锅。一定要是他们的椰子乌鸡汤。椰子乌鸡汤 ，OK， 那就开吃啦。他们的水是椰子水。对，就是不是用普通的水去煲这个汤。它的汤头就已经是椰子水。哎，很屌哎！这个呢，就是它的乌骨鸡啦。在广州，我们称它竹丝鸡。竹丝鸡啊，竹丝鸡。
所以是开车的司机。它整个肚炖得很入味，然后再加上它的肉本身已经炖到是一咬就烂，一盅才15块，15块人民币，吃起来其实是真的是蛮健康的感觉，对，不会那种很油腻。很油腻。哎，我们交了3个新朋友，那为什么这家店是谁带来吃的？我呀，你带来吃的，对，真的很好吃，对，很特别的一个，有特色。它这个炖罐呢，它除了有乌骨鸡以外，它还有乌龟。那这个就 Anson 可能是不太敢吃啦，但是他呢就是点乌龟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乌龟的壳哦，对，炖老龟这个叫，哦，炖老龟，所以乌龟肉吃起来的口感是什么？就是咬劲上面的，我没吃肉，我根本没敢吃肉，哦，这肉都被他吃了，但是，好，要不然这样，我特别吃尝试一下嘛，这个是还好了，还好，它的汤头看看有没有跟乌骨鸡有不一样啊，两个区别还是挺大的。两个世界啊，真的两个世界，完全不一样，感觉吃完了之后，喝完了之后，嘴里面有一点点那种干涩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刚才说不上，其实你也可以开一个频道。那接下来呢，叉叉带我们来吃的就是百花甜品店，这家是1986年20-30年的这家店，这个也太多可以点了吧？因为呢天气今天比较热，然后哎这蛮渴的，所以想说哎来一个就是解渴的。名字很长，它的本名就叫做椰奶红豆雪糕杯，叉叉点的就是双皮奶，那我们两个加起来的价格是29块人民币，那很划算，我觉得还蛮划算的。对，今天是广州行的第一天，那第一天的部分上半部就差不多先到这边，那接下来呢广州行第一天的下半部就会在明天公布给大家了，那大家记得去锁定叉叉 TV 还有 Anson TV， 那就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啦。在广州还有推荐哪些觉得很好吃的甜品的话，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跟大家分享，可能有些人可能想要来广州玩啊，也可以参考下面的留言，然后去找到这样的店家。 OK，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你要盖到底啦！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分享。Anson TV 每天晚上9点都会准时上传影片，在上面的这些平台里面也都有 Anson TV 的相关频道。同时间 ，Anson 也会把自己的生活大小事分享在自己的 Facebook、IG 还有微博上面。如果喜欢 Anson TV 的话，记得把他们通通关注起来哦。OK， 那今天就到这边啦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